夫人，您是个忠诚的勇士，但是一心追随的人却让你白白空。你虽死在我手上，你这条命却是机敏欠你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讨回来。 你以为你有多了不起？你以为你在这儿叫几声，你就天下无敌了？你有本事啊！可是。 在我父王眼里，我连条狗都不如，狗还能看家护院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看中我什么了？说完了，我看中的。 看中的你是楚国的太子，满意了吗？我以为你会多说一些什么。你永远不需要猜测我要什么，你只要知道你该做什么就够了。 这是何人坟墓？陈先生，这是为他，还有为我自己准备的寿坑。我是想，等我们百年之后，共同葬一次地。大将军，您正当壮年，此马虽老，可依然生命力旺盛。现在预留青冢，岂非？ 多多怪事，王禅，你也曾是魏国的变法者，难道其中风险你不能体会吗？我在楚国的处境和你在魏国没什么两样。当下我的变法。 早已触及到权贵们的底线，若没有大王对我的支持庇护，我早就被太子他们五马分尸了。将军，天下的变法都是如此艰难。当初吴国的伍子胥、越国的范蠡，还有你的父亲王粗。 周国励志变法者，哪一个有好下场的？你真的愿意拿自己的性命冒这个险吗？王禅甘为将军赴汤蹈火，禅先生如此凛然大义，吾岂又岂能辜负？